禁止仇恨的言论，大家尽量不要去散播仇恨的言论，少猜忌。
采集就是伫这一万块块，咱行咱家己的路就好，一直行就好。阵个遐个人吼，伊只要提出建设性的言论，其实都可以接受，不管他的背后是什么东西。但第二点吼，文华也借了名词解释了，所涉及特殊民族如下啊，台湾人民吼，这个台湾人民吼是讲啥物话啊？伊是台湾人民伫文华里面，他是没有不能主张任何权利的。这个是啥？这是团结口号，这其实这是个建立口号哦。再来，台湾居民哦，台湾居民是讲说你不怕其实是哈，在台湾已经有户籍的人哦，叫做台湾居民哦。你想做啊？啊，台湾人是讲说你不依本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一项第一款的人哦，但是那边取得台湾公民的身份者。啊，其他我就，啊，过来吼，其他过来这个外国人，什么叫外国人？第四点外国人，什么叫外国人？非台湾人即是外国人吼，唔是本土的，这个台湾人其实是本土台湾人的意思，唔是本土台湾人就是外国人。过来我讲这个第三条吼，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哦。什么叫本土台湾人啊？吼，台湾公民的，台湾公民就是本土台湾人的意思啊。凡以一九四五年到五七年吼，日本天皇签署的投降书，一当时吼，以日本自立的台湾设立户籍，今嘛拢啊做户籍后代，拢是台湾公民啊吼。这是本土台湾人。啊，再来讲。依本法其他的规定，取得这个台湾公民的身份证哦，这条是算规划的问题啦哦。啊，过来就讲，台湾公民满18岁哦，专去法院办理户籍权哦，这是第三条。第四条的吼，就是讲台湾居民的定义的吼，凡是在本法实施之时吼，以台湾已设有户籍时吼，为台湾居民哦。由法务部进行发给这个台湾居民的身份证的，其居留期限啊，在美国军事政府管辖期间呢、啊，由法务部以美国军事政府协议定制的哈。这是讲到你这就过来，这有报告在就过来，其实讲就那个换一种啊，因为居留期限是在当时哈。就讲由这个美国军事政府来决定啦吼，甲咱民政府来协调吼。啊，要请领这个台湾居民身份证哦，限于台湾境内哦，别当地国国办啦吼。有关台湾居民身份取得丧失，恢复准用台湾公民的身份，啊，的规定啦，其卫生之名赶快吼。第五条的吼，这嘛是一个真关键的一条吼。下列之人吼，虽然不具备第八条第一项第一款各款规定，若不良记录经申请合格的话，先是遵守台湾法律体系，支持民主政治发展者为台湾公民。就讲看什么，我还是种的后代吼，这人变啊定义吼，这人是他不是单纯的外国人，吼，这种所以伊。伊若要讲申请咱个，伊若无不良的记录吼，就是说原则上经过申请，经过申请的审核是可以当成台湾公民的吼。啊，过来讲说第二项，从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之台湾人后代吼，解析未成年人或因在外地工作、就学、就医、探亲等关系没有户籍的话。你外国出生的遐个囡仔吼，不用台湾人，台湾迄边台湾你外国出生遐个囡仔吼，还未成年吼，伊若要转来吼，要做台湾人嘛会使，啊，但是讲只要没有不良的记录吼，啊，经过核准吼，那会使。啊，过来第三款吼，讲在台湾连续3年每年合计有183天以上合法居住、居留啊，且有住居所是美国人或日本人。美国佬，咱日本人伫这个时阵吼，伊嘛毋是单纯的外国人哦。
因为咱的论述是讲，这个日本对台湾还是有残留的主权吼，啊，美国是主权的这个暂时的拥有者嘛。所以这两种人吼，他不是单纯的外国人，基本上是外国人无认真，跟中国人那个比是差的啦吼。啊，第六条这个特殊贡献，因为特殊贡献要来有这个条件要来做台湾人这吼，就讲。这个其实呐，是讲对台湾的特殊贡献，不管你啥物人啊吼，经过核准吼，还是可以的吼。就讲对台湾的安全、经济、环境、农业、外贸、医学、科学、艺术、运动、工程、本土文化、教育、宗教或其他重要领域的事项的进步跟自由化有卓越贡献的吼，可以来当，可以来申请的吼。啊、本法实施前已参加过台湾民政府所举办的研习会啊，不用分会这里，卖这里会了啊，并取得这个及格考试及格证书哈、啊，或协助推动成立台湾民政府者哈、啊，他也可以就是说，只要没有不良记录啊，都可以申请为台湾公民啊。这个地方哈、啊，在场的就是这叫何瑞，他不是台湾人哈、啊，但是伊比台湾人过台湾人。所以讲，加我可能就是说，今天做一个特别的提议啊，讲协助推动台湾民政的成立者哈、哦。第一个，今天如果说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提议就是说，何瑞就是根据这一条规划为台湾几个台湾公民的身份，再无意见。那这个程序哈，后面要补啦，就讲那还是经形式，基本上是哪个动力啊？还是讲加何瑞哈？第一个，反正就是一个申请的嘛，那来形式上经过国务院公布嘛，那就正式通过了嘛。那这边这是特例啊。不是也是小块的。哎，这是。那就是它这个东西哈，就是台湾公民。是公共的，就是台湾公民。毛巾啊，直接是公特视为台湾人啊。一些公共东西，等于讲，这后面有规定的哈。那其他类似前款、前两款的情形哦，经专案核准的话哦，也可以的。那什么叫做其他重要事业哦的事项哦？法制法部来规定的哈。那第一项取得台湾公民身份者，不受本法第十四条限制。哦，就讲你若是因为对台湾有特殊贡献的人吼，比如讲我在台用马街医院这个医生啦，伊规世人伫遮伫这边从这个北部去服务吼，这种人你讲伊毋是台湾人，我看伊比大家搁较像台湾人。哦，这种人伊若要来做官，伊敢要来做这个卫生署长，若是伊若是讲有这个能力话，咱敢要甲限制？不需要，伊都已经用一世人的性命来奉献去台湾啊，我觉得不需要去做这个限制啦。就讲这是一个特殊贡献的啦，哦，有这个就是说他不受双重国籍的限制，而且很重。那第七条是讲，下列之人虽然不具备第八条第一项各款哦，若与台湾。有住居所，但是没有户籍的话，先申请认可签字哈，也可以申请台湾公民的哈。哎，申请变成台湾居民的哈，在台湾出生啊，户不详，父母不详，或父母为无国籍人，或身心障碍，仍有残疾所致，且无法自理生活者哈，这个讲就是人大的考量哈。啊，再来第八条是一般外国人要变成台湾人的一个规定，一般的件啊。外国人的无国籍或无国籍的人，台湾就他住宿了哈、啊。有住居所，具备下列各款条件的哈，则申请台湾公民哦，则申请取得台湾公民的身份为台湾公民。这是有五个条件啦哈，就讲做伫台湾归来。每年合计有183天以上的合法居留，也是持续6年以上。
啊，佮18岁啦吼，毕竟台湾民政府的法律是很多嘛，好国际法制度是统一的。品行端正，正面思想，不良记录的吼。这个品行端正，正面思想的，本身因为这有真侪人讲这个问题吼，讲这是咱来讲一种，就是人格特质的显示吼，这是变。啊，有相当的财产、专业技能、处理势力、生活吼，然后生活保障独立，讲伊若要看某个人，若要来做单，爱技术啦吼，在这个够智力吼，有四个条件。第五，伊讲说比较讲比较讲台湾话、语言、英语吼，还华语先基本语言的能力吼，啊，了解这个国民权利义务基本常识。那这个常识是可能涉及到测验的吼。就讲会抓测验，看。第九条吼，就讲父跟母皆为台湾公民，可以台湾义务是啥物啊？啊，是这样吼。啊，伊持有台湾居民的签证者吼，伊这样基本上咱也无法做变法办，无法做换证明台，但是伊会当就讲一个居留的签证吼。这签证期间，依第四条规定，讲依美国的政府换一边来处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很难处理的。因为这个也涉及到人情问题，就是说，哦，一家短的，一张就短，别让不公职的哈。那你那边变做台湾公民了，哎，台湾民政府哦，参议院跟众议院普选完成后哦，咱这政府正常了哦，普选完成后可以第八条规定哦。来取得他公民身份，就讲，伊就 A 关要经过 B 关的这关嘛吼 ，B 关同意后投落来，啊，过来就讲，伊咱民政府已经，迄个参议院跟众议院普选完成了，就讲，我到政治运作前提，在咱平常在讲根据第八条吼，一家大人民阿无代志安吼，阿无负担安尼在咱来申请这个公民的身份。这比圣公对他讲是。那前项哈申请被驳回者，其居留期限不受影响哈。依其他依本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申请被驳回者，或者第四条的情形哈，法治以法不可酌情哦，继续给予3年以内的签证，然后限制其60天内出境或采取适当措施。这个其实会有很多种哦。到时候可能要用执行细则来做裁罚的基准。第十条吼，就是外国人跟无国籍人哦，现在在台湾境内有住居所啊，具备第八条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五款的要件哦，以台湾境内合计超过180日以上合法居留，持续3年以上，并有。下列各款情形的申请台湾公民，就讲在外籍配偶的吼，甲养子女，台湾公民的养子女吼，即个人可能外国人吼，还就讲国籍的，你当根据这一条来取得公民的身份。这条嘛，共产党不利点对，第二个独立的生活技能，啊个，你可以看那个第八条看看。第11条取得台湾公民身份的未成年子女啊，得申请随同取得台湾公民的身份。第12条你讲依第3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啊，当然取得台湾公民身份者，总在都是这样的吼，那是要选先是遵守台湾法律的体系吼，那支持彼此政治的发展。啊，国因为这边咱要建立新的国家嘛吼，这人拢已经过算过，上起码你着讲，若是有本土台湾人的身份，你只要先是效忠，那就可以。你不是本土台湾人，拢会先是效忠的吼，这大家想会着吼。啊，着是讲，若讲经过这个法制法部报于国务院，在国务公报里面，这个国务站的网站公布嘛，是公布日期哦，取得台湾公民的身份。啊，那第三条规划这种情形，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取得台湾公民身份者，那他没有不良记录，哦才可以哦。因为咱若本土台湾人哦做歹，咱嘛是那个看走，
可以，就伫遐管尔。啊，若是外国人吼，若是讲做饭这种的吼，可能咱就袂啊，我们就可以不要他。啊，前两项获得台湾公民身份者吼，满14岁以上皆要宣誓的吼。你14岁可能会用到身份证啊，还当阵啊要得身份证吼。台湾公民身份可能要宣誓的吼。那宣誓的程序方式，宣誓的书的格式吼，由法制法务制定的吼。这13条吼，这个就是说居民等签证的限制跟奖励啦。有关第3条第一项第二款申请的人数吼，是讲你规划的人啦吼，可以依照台湾民政府的人口政策啦，按年份地、来源地区的教育程度啦、著作数量啦、分厂申请类别等啊，设立居民等签证的类别跟配额吼。就讲这可能在澳洲人较济吼，但是咱会当透过这两个管制吼，就讲个。对已经居住在台湾1年以上的外国人提出，啊，他买单用奖励的方式啦，就是说优秀的外国人还是可以鼓励他来办这个规划啦。对，那起码不用规划跟移民这类名词啦，因为咱起码还没有主权吼，那是一个管理权啊，所以咱用取得他公民的身份。14条是双重，其实这是双重国籍不公职的限制啦。那但是咱起码如果双重国籍中，从取得台湾公民身份者不公职的限制啦。第3条第一项第二款取得台湾公民身份者，公在实际上它是经过规划的哈，不得担任下列各款的公职。各机关职务均合并更名之一统，总统、副总统这类没当成的嘛，中央到地方各级参议院、中院的民意机关都不可以。其实总统、副总统应该都有一个特别规定哈，特别机制规定和消极规定，一是由总统、副总统的先行罢免法来定制的哈。从这类物件，一部分是一般外国人的限制的哈，但是时间久，伊可能嘛是没有资格嘞。那这两个人吼，要彻底开始，彻底甲排除。啊，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底下个规定啦吼，这是一个提示。啊，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由国库或其他公法人后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社团或其他财务收支，要经过审计的团体发给信支的公职都不行哦。那大法官、法官、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吼。啊，这个自卫军的，咱起码以后可能自卫军的、陆海空军的军官跟士兵吼，这条法律其实真重要吼，这条法律是会涉及到这个转型正义的问题的吼。就讲转型正义这个官呢，意识形态这么强吼，解放军嘛同款吼，警察嘛同款，你这人要怎处理？你就是要用这条来治吼，因为你是大人拢彻底拢。这个以前常规定，丧失台湾公民身份者，其未成年子女吼，也可以随同丧失的。不得丧失台湾公民身份的情形的公职，你要选一个，就是依前条规定吼，丧失台湾公民身份了，结果你变成无国籍人吼，安尼嘛袂使，因为这个1948年12月10号的世界人权宣言讲吼，人人享有国籍，你袂当做一个决定，啊讲啊就变成无国籍人。就讲日本吼，伊第一迄个1919年和平条约签署之后，判决说台湾人弃除日本国籍，这个就不对哦。这个东西因为咱变成无国籍人，所以这个判决是违反这个世界人权宣言。改天吼，也许可以就提这个对日本要提这个诉讼。
欸，伊这1948年嘛，这个自由人先的协议判决之后，判决之前就有了，哦，避开炸，所以伊这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那第十七条哈，就讲下列情形虽然符合第十五条规定，但不丧失台湾公民身份，就是没道跑这种比赛，比如讲在侦查审判中哈，是没道跑，就讲欠钱啊，就讲强制性会结束破产啊，还没付钱呐，哈，讲欠欠这个占两会占两会啊，才道跑，禁止道跑条款。那第十八条哈，第十五条规定，丧失台湾公民身份者，未取得外国籍时啊，经考试法会许可撤销及丧失台湾人，撤销及丧失台湾公民身份的申请。你看，突然赶快意思了，光说你如果要申请放弃台湾公民身份，但是你没有取得外国国籍的话，可以撤销。第十九条哈。第十五条规定，丧失台湾公民身份者，以台湾区域内有住居所，并具备第八条第一项、第三款、第四款者，可以申请回复的。我们本来情况是做中国人较好，还是去要做中国人去看法意思的吼，会当去直接调回来。比如讲，像马关条约吼，伊嘛讲两年以内你会当转去中国，但是这些人做看了不是两年了，都是三年，这个也可以的。你基本上伊嘛是本土台湾。二十条吼，维护台湾公民身份者是未成年人必随同维护的。后来这个一条吼，以前两条是规定申请维护台湾公民身份者要经过国务院公报吼，公布才可以。你讲你要。取得丧失哦，原则上都要经过公报，国务院的公报，而且是官方网站的公布来确认，最后都是登记那边的哦。第二十二条哈，依第本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取得台湾公民身份者要重新办理户籍登记。讲这，那是讲但顺道单是变的哦，但是一种是换，有一种啊重新办理。用何论可能去办理户籍登记，啊，申请领得台湾公民身份有限条件之内办理，以及何论根据这些条件可以办理户籍登记，但是他一般不了解。啊，上面这条是户籍的办理。23条哈，你讲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五年内发现以本法规定不符合和应撤销其身份，取得台湾公民身份而丧失恢复台湾公民，你讲这是有涉及到违变造的问题哈，啊，五年以内发现，那个撤销，台湾居民嘛，反正这限制在五年之内哈，他不搞年度啊，追究啊，这个就没有。有这个限制，时效的。时效可能你反面解释起来了哈。那只要四条哈，你讲无台湾公民身份者，或者是违反第十四条之规定者，他以担任公职怎么办哈？与各该任职的机关、团体、社团、事业团体或其上级机关解除其职务。你若家己离开，就是依据这一条直接把他解除。但下列情形哦，经过特别核准的不在此限。比如讲，各级公立学校或国库或其他公法人建筑为团体哦，财团、社团哦，财务收支经过审计的团体发给薪资的，将结束机关一个人用人，也许可以比较宽一点的，但是要经过专案的核准。由各级政府机关出资超过一半事业发给薪资的这样人员，各机关以契约晋级聘用的人员，侨务全责机关依组织法引聘之人员。前北港区啊，较外围这个团体吼，这个可以不用那么紧张。
那前项人也不涉及华制华户认定之国家机密者的职务者为限的哈，但是这人哦，还是要经过这个华制华户的来认定哦，不涉及到这个国家机密哦为限哦。那台湾人呢是讲外国国籍哈，那要认本华的话哦。要就任特到之前，要放弃外国国籍，并完成丧失该外国国籍前的任务线。这是一般啦吼，讲你就一般人的话，有外国国籍的话，要就任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公务员的话，可能要办理放弃国籍。但是这个哈、哦，有一刚才那个第二条那个有一个意外。也是特殊的状况，不是人家嘛，随便。申请费用哈，这可以多说了哈。25条、26条是有关台湾区申办理这个文化所说的各类身份证哈，可以就奖励措施啦，促人民啊，早日办理。的按期指示附赠单位啊，计划通知单位。后来是派查查华智华部近期他近前的机关受理申请，在台湾地区停留拘留许多台湾公民身份证案件，必要时的派员至申请人在台湾地区的驻居所进行查查后访谈，前项所定查查后访谈应做成查查访谈记录，不得以列阶的形式。但下列情况在今该受查查的驻居所之居住人或国籍代表人承诺，他日间已经开始的查查，可继续到夜间。那第一项酒店查查访谈呢，依你执行前哦，书面是告知啊，我当时你第二查，我个首先爱敢告他。他受查查就无正当理由不得规避妨害季节，只有规避妨害季节。告诫或违反规范者的话，可以处罚款，然后一定得罚一下。28条哈，本法水官各类身份证哦，除汉字之外哈，那这个姓名之外，同时其中是注明这个英文字，但那各国际接轨哦，避免关系，那些证件上不该有。29条是前者机关分华制前者机关为台湾民政府是华制与华务部啊，华制华务部大臣收理这个事务的。华制华务部是组织前者与华制华务部拟定报国务院政策定制后，组成台湾民政府主席啊，在国务院公报、国务院网站公布组成效力。是第二吼，跟咱目前的法律。这个组织法的问题吼，是这个行政裁量问题。你不会连讲这个组织法都爱国家机关来做，但是你虽然成立这个机关了，但是你要用钱，你用钱还是要经过国家机关啦。所以你这是给行政机关一个比较灵活的裁量，但是一波经营不断的状况，所以你这还是有经过哎。你如果是要定做的，还是要经过民意机关。第30条哈，有关本法有关台湾公民的资格规定，有资格的当事人要依依附计划哈，本法相互补充，所在地跟法制办理相关手续，台湾公民资格申请单号。那起码就讲，你有无这种免收钱的，摕着这个公民身份证来，拢无问题。啊，本来有关台湾居民的，也是会规定讲，介绍有人住伫遮吼，伊有没有居留权，还是要看他的有没有有这个居留，你这个可以申请，但是他还是要申请，啊、不然的话就不得行使这个居留权。那第3条第1项第1款是台湾人后代会得为请已故及其亲属办理台湾公民的身份证，
啊，那讲各位诶，这些较早即个是别人可能过身啊，但是即个伊较早即个可能有感觉你拍片时间来做，伊去做单工，啊来当来实现。啊，这无时间的限制。三十一条，分了者甚至户籍啊，初建在日不计时代啊，适用在中华中国流亡之前任前时代，在适用美国禁制政令管辖期间，不协列期限。那第三十二条哈，法制跟华务应成立台湾，应成立这个法制华务审查委员会，简称申请。中心啊，处理所有涉及本法内容解释之申请案件、申请案件事务啊。该委员之决定对所有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进行处理。是讲，你执行本法啊，那可能设立一个申请中心哦，来申请各类国情作为啦，讲各类申请哦，那我当受理中心。啊，这委员会所做的决定哦。会基础其他行政机关跟司法机关，当然如果说符合行政主任的条件，他可以应该提起诉讼于司法来审查。前项组织申请中心之组织职权法制划不定制，其实这所谓法制划不定制，大部分都在经过国务院公告。三十三条啊，人民对本法其他施行细则所涉及任何词汇、法律观念的定义有争论的话，就向相关的申请中心申请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哈，解释也方式程序无法司法部发布定制。这申请解释案子哦，并不是行政主任，它不能作为诉讼的主要理由。因为这类申请机关申请解释，直接对方爱这个行政主任来当提这类诉讼标准。那咱起码就讲个，咱的这类劳动机关拢一笔钱，六笔钱全部来开销。这是好多的起点。OK， 讲了再来，免打就可以了。第三十四条，本法所指台湾地理范围以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最终任何条约所定的区域为准，包括金门跟马祖，连涉及在金门马祖地区的人民不适用本法规定。三十五条，特色，共有下列身份之一者，在本法实施日起6个月内，可向法制华部申请这个特色办理，认定为签证啊。在台湾境内已经疫情期间停留之国籍的，现已本法施行日前入境。那第二款，从在台湾境内已经疫情期间停留之国籍为就是任何条约签署国之一公民和国民，但现已本法施行日前入境的外国人，这一条不包括特色，不包括中国人，中国人不是签署任何条约签署。对，但换了几年，当中的比赛，第二款即其他类似条件之行政院办法，还是法华府及国务院共办。36条，符合前条之规定的，虽有下列。任何情况而向行政机关提报案子，可向法制华部申请特赦，办理这个签证。比如讲，我地下我去电台啦，好像好几个机会哈。虽然他过去是以不法行为，到现在申请进入台湾的话，恐怕他真的进入台湾会见机会比较有限的话，他如果来主动投案的话，可以办特赦。他以前说。这个地方办特色，那特色的效果哈，以前两条是规定向法制华部申请特色的办理停留签证哈，这个停留签证的嘛，花几单哈，付了记录的机器给一点的停留签证，前项的签证期满，那我付了记录的
申请三年永久居留签证，期满特征府不能记录得再申请三年永久居留签证，期满特征府不能记录，那我不能记录得申请永久居留权，并办理他的居留申请。公家人啊，经过安尼都建议观察哦，通过。三十八条是这个什么叫不良记录哦？做一个规定。除非本法律的规定，所称不良记录包括下列情形：对系五年内逾期停留不良，是逾期停留，然后逾期居留签证。啊，用情形讲，不管你怎样，伊来主动来。额外哦，可以给他做。最近五年内设六个月以上服刑的宣告，没有满足的条件的话，这个从爱去关一种人哦，外国人啊，这个业绩不良记录。曾经强烈主张台湾跟中国应该统一的话，这个也是不良记录。占用或者以占用者一起死。用法制法务部指定的下列代销：一、占用国有公有财产，像那个就国团那样，占用国有公有财产，政党人、国民党党产的哦，那政党当然不包括，不只是国民党，国民党可能也有，其他公用或工业财产，有危害台湾人民利益或台湾利益的变形哦，其他家哈，比方在不能定义讲台湾人民玩家。所有公有，但不能违反危害他人权利。这些凡皆用，依法治法不把自己法务部为解释的对他人就暂时的算是同意。其他经不共有生还他法务部为解释的违反。以前条规定或者特色的两公文，一起拘留或者停监的，和其他一起拘留或者相关规定。如果经过特色的话，每个月就不能记忆了。三十九条哦，本法实施日起，中华民国中国流亡子女政权复出国籍移民法第三章这类规定哦，正式实施哦。本法实施有关不记忆条的这一章，很多法律就要做重新的检讨。这其中本法有关的这一章哦。他跟我们前面的检讨，凡涉及台湾亲民事务的事项的申请，一定受理的机关依法报告，华部发布身份的证明文件，审核单位来要求。这是很多人有经验的。第四十条，本法实施之前，以台湾有户籍的台湾人，他不愿意获得台湾公民的话。可以向前有关提出效忠中华民国人民主权，前向人民的签证里分法第二项后段两个月半，其他三年内签他出去的话，他要行使。谢谢你。你的白色单位，他的也拘留期限只供一年高条件。第四十一条，本法是修订程序嘛，司法是法务部国务院协商后，和政府参议院通过，之前在这条民政局在国会公告后，国会公告就是还生效。一般哈、哦，就是说这一条变成就是说，你这个参议院哦，要主动提案的话，这个可以。但只会有所限制。四十二条哈，台湾民政府其他机关对台湾公民的身份认定标准的分法有疑虑的话，就无效。用教育部有一套，国防部有一套，国防部跟劳资界的统一规定。这到底是不是台湾人？他的用这类认定标准，啊，教育也是这样，并不是标准，但不相信标准就签。国防部又有一套解释的，这个像周总理，同个政府周总理说，这个东西如果跟本法，跟这个本法所规定的，就是这句话就通通无效。啊，
四三的华者啊，就本法的升级之上有了变造的情形呢，取三人以下的解决就能够如此能监禁啊，后科每金三千人以下的罚金啊，公子成年违反前项规定，那就要加重处罚。在本法实施后六个月哈，无正当理由逾期拘留行为被查获，处年金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至少要减半。情节之轻重，如罚是罚不严，如罚是以罚物品理财罚金，定之。不然，各级条例发动，讲这个，这个有三万块啊，讲十万块，你这个财罚，这处美金以下的吼。这每天一万年以下就这个等级，另外用财法规定来进行强制执行。啊，另外咱本法的罚金吼，以罚款金里面金计算，但仍得以新台币相当的金额缴纳之规定，缴纳之中央银行公告之规定，这种这种比较关键的缴缴纳的标准。罚值跟罚付为自己本法所不符的权限吼，所设置相当的金额。把自己罚付的金利由刑事重罚有关的这类权利跟义务啊，进行权限的罚处罚。一波权利立马就要转成现在预设的。四十四条哦，本来四十四条其他涉及人民权利优势项的授权规定的建议，管理罚制罚不定时的建议报与国务院国务公告。国务院网站公布的生效率，也是快一块多。四十五条，本法实施日，依法制罚部发于国务院政府国务院公告公布之的哈。啊，刚这里法案呢是讲，这里那家餐饮的，如果说有政策的话，会送到国务院去再确认之。那那边如果说有确认的话，会送回来，然后再。第十六条，就讲本法的优越性啊。本法之内容跟其他法律要求的命令，关联双独啊，就算是将其本法为这些以外法律优越。你想刚刚是做一个说明。感谢这个同学们来做介绍，有关这个法律的说明。所以，奶奶请。曾先生介绍一个伊个好朋友 ，Mr. Douglas， 命运大通，他是美国人啊，吼，他来指导，做清楚啊，伊阿公，他回来，啊，他呢，十几年啊，哦，他是中华一档共主的，他有一个，欢迎各位，各位他在宗教方面有很大的那个对尊重要自由。什么宗教？其他有很多问题的哈，啊，我有发一张的提案的那个提案的那个书，有问题有提案，可以写到意见的话就写在提案表里面说明哈，因为这时间搞哈，那一点。尽量在这三天里面，那天就赶快了，打点正式的。
我们要印了以后要翻译英文，那英文翻译以后，我们大会通过，或者参议会通过以后，要直接送。所以你有意见的话，20号以前一定要送到阿婉那里，法务大臣那里。啊，这个还会不会再补吗？因为真的不够、啊，因为将2月5号那一天给你一本正，但是正正式的，我们就翻一本要送到美国。但是2月5号应该是在2月5号开会决议的，最后我们参议会就通过，因为你们还会修改嘛，文字上会修改嘛。因为现场没有一个一本上，那怎么修改？对，将来会有一本，每年都会有的啦。哎，开会都有一本，哎，等一下会送上来。有一点三分钟了，哎，不然五点不起来，可以，楼下一50位在等大家需要，哦，啊，所以你给补料，补一点的，那反正阿弟25号开会，哎，你刚刚修改，文字啊，修改一点，一点华裔，哦，我参议会来提议，提议以后就确定这个版本，然后就翻译成英文送到美国去，哎，哦，哦，所以补一点底下来，大概今天多少钱？好嘞，好，好，多谢，多谢郑先生，大家鼓掌，哦，谢谢，谢谢，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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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第二，这里，多谢。Gracias.